我不想躲在树影斑驳的寂寥里，希望有一天我能光明正大的站在你的身旁，成为你的公主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钟情于你，梦想照进现实。丹丹，衣服给我熨好了吗？熨好了。我就是穿上试一下，看还有没有皱。我现在就去换下来了。哎，丹丹，小东忙着这杯奶茶，去拿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顾总，你是不是来看我的呀？我刚才在外面排练呢。我在门外等你。下午的时候，你坐在那个地。顾总怎么突然来我们学校了？什么？顾总直接去找你了？你完蛋了！你别吓我。杰哥都说了，自从你拒绝顾总之后啊，他变态了。变态？他有报复社会倾向。不会吧？那你说顾总去学校找你干嘛？你盖章的实习证明拿到了吗？不给就算了，我自己再想办法。那顾总肯定是学校去告你状了。啊，告你那个啊，目无尊长，蠢笨如猪。这蠢笨如猪，傻不拉几。傻不拉几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郝亮，找你半天了，就差你一个人的实习证明了。哎，张老师，那东西我回头再给你。你在这儿啊？走，你陪我去小东门拿奶茶。别忘了，来喝奶茶，这还有。好美，谢谢。不，奶茶。哦，谢谢。哎，你下来，我给你弄头发。嗯，哎，这个裙子下面还舒服吗？小心。辛苦了。谢谢顾总。顾总单独拿了一杯给我。他对你也太好了。哎呀，是筹到赞助以后，老张出手是不一样了，都舍得给我们加奶盖了。那可不，还不得谢谢我们盼盼姐，要不是冲着她的面子，人家怎么会给我们赞助呢？谢谢盼盼姐。谢谢盼盼姐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哎，我听老张说今天下午赞助商会来。好像是一个挺大公司的 CEO， 叫什么九千科技吧。就按之前的方案做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顾总，原来是你赞助了我们剧团。嗯。果然对我一见钟情，那天还装模作样不肯送我。原来是欲擒故纵呀。好亮，来，别，快看一眼。水晶鞋坏了，你现在要赶紧给它弄好，要不去买条新的。赶紧抓紧时间去办，好吧？快点！行，啊，抓紧。好，蛋蛋，拜托你了，你鞋码跟我是一样的，一定要帮我买一双更好看的鞋子回来。而且，顾总今天是来看我的，这个话剧我是女主角，我总不能缺席吧？所以拜托你了，快点吧。好，谢谢奶奶，放心吧。我开车送你去。不用了，顾总，他坐地铁挺快的。郝亮，我也喜欢你。你家人不同意没有关系，我可以等，我有足够的耐心。你都知道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愚蠢的时候。如果能早一点发现，我们就不用绕这么大圈子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我这么糟糕。36分吧，负分。在感情里我是负分，你愿意迁就我吗？
给我这个后进生一次机会吗？那个小孩也期待填满回忆的空白，结局若是失去也能重来。最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两段剧情同一句告白，冷清的黑夜喧闹人海，我一直都在。是你最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去奔赴同一个未来，漂泊有岸，故事有了完满的答案。顾总掏的腰包，哇，太美了吧！这可是最有名的水晶鞋，出了名的 Dream Wedding Shoes。那还不是因为顾总对我们盼盼姐贴心呢？就是，不要这么说，顾总就是人又好又细心，换做任何一个女生演也会对她这么好的。那吧，顾总不一定。好亮，我去门外等你。谢谢顾总，谢谢。你想低调些嘛，我完全配合你。真幸福，太好看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议论了，一会儿演出就要开始了。准备好准备好，都准备好。